还没结束。糟糕，我需要尽快治疗。小心，前方有机甲出现。没时间喊口号了，这个中子星追着我来打，完全不给我面子是怎样？听脚步声，他要进来了，走我。前方有敌人，准备作战。有本事你出来呀！射！哎，看了，他们打起来了，我只好在远方捣乱。射！不好，毒圈刷在对面。火器幸运光束最大的弱点是跑毒，因为它的移动性慢，很容易被集火的。不好，我被断后路了，看来我真的进不了安全区，准备开车进圈了。火器，什么情况？怎么没有变形车？可恶，怎么到处都是敌人？能不能好好让我进圈呀？这该死的人类，和你拼了！射！火器，和你拼了！射！在我面前召唤机甲，拿命来！射！怎么又是那个中子星？不好，他不让我进入安全区。可恶，这场比赛怎么到处都是火力？不好，他要进来了！该死的中子星，算你狠，等下就有你好看。落地后，我立刻启动滑板增加移动性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寻找掩体，看看哪里有不错的掩体可以让我躲过一劫。不好，前面有滑板声，没办法了，后退也不是办法，只能向前冲了。嘿，这里不错，就先用这个掩体来躲一躲。我去，怎么到处都是敌人？看我怎么烧死你！还没结束。需要尽快治疗。我操，又是一个不讲武德的玩家，把机甲留到最后是怎样？死定了，这次我死定了。掩体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吧。什么情况？难道他又要对我手下留情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，该死的厄运，你们两个有毒是吗？两台机甲欺负我一个没机甲的，算什么英雄？我去，还有变形车，这场比赛到底是怎么了？算了，打也打不过，只能拉扯看运气了。不好，热钢在前面，这里又有变形车。被发现了，先别理这么多了，命运就交给天堂吧。冲呀！进入安全区后，我立刻更换一个新的滑板。怎么走着走着，突然就剩下两名敌人了？目前这里看起来暂时安全。
前方有厄运炭疽。正中目标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厄运的弱点，完全没有移动性，每次进去一定会被击锁的。再来，炭疽。怎么下甲了？安全区再次缩小，我要准备和其他两名敌人应战了。可恶！不好，他要进来了，他在下面。我被包围了。他们打起来，就是现在。还没结束，我要尽快找到人选。我去，这个机甲盾怎么那么厚？快，榴弹！我是优塔。我去，今天的比赛怎么到处都是敌人？先不说了，我们看看谁会是那个胜利者。这点小伤还可以坚持。